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Post Channel。对，我们的新专题就是车不改不会开系列。那我今天呢，就是要改我这部 Tiguan， Tiguan 要继续改了。对，那 Tiguan 今天要施工的部分呢，就是地上看到这一组 Maxton Design 的外观套件，然后我又请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对，他帮我包了一组 Carbon 的，所以他现在是Carbon Fiber 的 Maxton Design 套件，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Carbon 做工其实还不错，它的精油层涂的还蛮厚的。然后我们今天施工的主要就是前下巴，然后尾翼，还有侧裙的部分。那我们期待上车之后的感觉，对，整体外观会提升很多。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今天还有个重点，就是要装这一组泄压阀。对，这一组泄压阀呢，我们之前在 C63 那部影片其实有介绍过，它蛮好用的，在涡轮增压车款上面其实会蛮推荐使用的，因为它的增压值的话会比较持压，所以呢你在油门反应的时候会比较好一些哦。OK，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今天还有试用一个东西叫做 Luffy 表。对，那等一下呢，我们安装上车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Luffy 表。然后当然我们今天也是一如往常的到台中大雅的铃木车业，对，可以看到现场超多车的铃木车业做安装的动作。那我们稍等呢，就请我们铃木车业的师傅来帮我们安装一下这部车的外观套件跟它的泄压阀，还有 Luffy 的涡轮表咯。 OK， 那我们等等见咯，拜拜。